正因参加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而人气攀升，近几年他转往戏剧方向发展，累积了不少作品。他近期与艺人李子璇刚刚拍完新剧，日前却突然在社群平台提及李子璇的名字，并且写下喜欢两字，疑似在向李子璇告白。随后罗振工作室的小编火速发文道歉，承认是自己误用了罗振的社群平台账号发文，对于自己造成自家艺人及李子璇的困扰深感抱歉。小编也解释到，自己告白李子璇的原因是因为在杀青宴上，李子璇一直夹菜给他，非常照顾他，临走前看见他的衣服上有油渍，还说要送他一套新衣，觉得他实在太好了，才想用小号发文向他表白，但没想到自己一时失手造成那么大的风波。罗振也在私讯中警告小编下次不要再犯这种错，才稍微平息了风波。